比赛后，网友为了表达对我的支持和厚爱，称呼我为苏神，但是我心目中都有一个苏神，他叫苏华伟。我想在座香港的同胞都知道他的故事。他代表香港参加过四届残奥会，拿到过六块金牌、三块银牌、三块铜牌的好成绩，同时都保持多项世界纪录。他的故事被翻拍成电影，于今年九月份在内地上映。前一段时间，我都在社交网络推荐了这部电影。我在苏华伟的身上都见到两地青年为了梦想、奋斗同一种信念，就是不向命运低头，排除一切困难，为了梦想拼搏向前。